这是我们城市最后的两条项链了，每一粒串珠都代表一个故事，你们可以将一生中最美好的故事都戴在手腕上，永远都不会忘记哦。谢谢啊。等以后呀，我赚到钱了，我给咱俩一人买一条。可那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天各一方，你可能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。有些美好能趁现在，就不要等到将来。哇，好冷啊！快说，叫我出来干嘛？喜欢这片海吗？嗯，喜欢。然后呢？喜欢就多看一眼。得，你呀，自己继续在这吹西北风吧，我去找可可了。如果沈可可回不来了呢？什么叫他回不来了？我是说，如果沈可可他有别的事情要做，暂时回不来了，或者是他去了什么更好的地方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难过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，你是不是打听到什么了？可可是不是出事了？他说过，他会回来接我的，不见不散。我就在这里等他，哪也不去，什么都不想。在我身后50米的位置，发现了一名女子的尸体，尸体尚未腐烂，但是即将袭来的大雨，也许会对搜集证据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。以上是本台记者报道。长官，已经完成第一轮调查，法医初步判定死因是车祸。虽然只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，但警方却高度重视。以上是由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。时间啊，大概是5:50，那个时候啊，我正在那个编号 NW0258 那个防火连带做防火检查，我看见一个穿着黑衣服戴着面罩的人啊，闪了一下，
哎，我以为我喝多了，我再往前走，发现尸体。你觉得黑衣男子会是脸谱吗？大年，封锁现场。先生，也请你离开。不要再拍了。老爷子执意要你回来。解释大众的事情。知道了。目前我们已经确定死者是一名女子，叫沈可可。重案组正式接管此案。但从目击证人的描述，我们几乎可以断定，这起绑架杀人案是脸谱所为。关于本案，本台会进一步进行跟踪报道。你的老板呢？我要跟他讲话。先生，都已经装好了，只要你有编码器，我们给你真的如假包换抽吗？尸体处理掉。索爷，他妈的编码器都丢了，杀他妈什么筹码？啊？你都没有确切的证据，怎么可以给记者透露这样的口风呢？秋门是我们南瞻部岛的纳税大户，传出这样的负面新闻，你以后让我们怎么去跟人家秋门再打交道？难道？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要誓死保卫我们南瞻部岛吗？我认为他们说的没错，南岛的安全隐患太多。糊涂！这话难道是你可以说的吗？一旦传出去啊，引起民众恐慌，造成负面影响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上方已经发话了，七天之内必须结案，给民众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我们已经拟定了一个危机公关方案。你呢？先出去躲几天，这个案子暂时不要查了。我要自主搜查，以及传唤可疑人员的权利。荒唐！我一定会追查到底。你被人栽赃的滋味如何？对不起，父亲。你啊，一向行事稳重。这些年也没出过什么差错，可你最近却失误连连，还被人呢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。难道这就是你脸谱的本事吗？记住啊，一颗心只能装一个人，一件事，这就风声紧了，脸谱就不要再出现了。父亲，上次的事情纯属意外。秋门的事不容有意外，要攘外必先安内。等我把这些事情都搞清楚之后再说。是。父亲，请父亲责罚。我可没让你动大钟啊。
索头少爷也是一时糊涂。机关算尽，他心里可明白得很呢。你拉了大宗开洗马公司，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。你是我儿子，我没说你错，你就没错。 秋门集团，你也出力不少。你要是没有野心，也不是我詹某人的儿子了。那些不成才的兄弟，你动了也就动了。道理在你，可账算在我的身上。如果有天呢，你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那算是你有本事哦，也算是我教得好，青出于蓝。 秋门有后，可锁头，你别急嘛，让你父亲我把最后这几手棋下完，你再将军嘛，留个残局，让人多笑话呀，啊！父亲，儿子知错了，儿子知错了。好，亢龙有悔，咱们就不瞒着锁头了。 这属空城计，唱着凶险啊！服了他两次，试了他两次脉象，每次提到编码器的时候，他的心跳都很厉害。我看啊，是八九不离十了。那我知道沈可可是他的女人，他倒是真肯孝顺我。 唐小姐，请你确认一下，这具尸体是不是沈可可小姐？唐小姐，不会的，怎么会是可可呢？她前两天还说要带我回去吃香的和辣的，她那么年轻。 那么好看，怎么可能会是可可？这是办案流程，还是要麻烦您确认一下，我们才好抓到凶手。
是他吗？不是沈小姐吗？你确定？唐小姐，关于沈小姐的遭遇，我们感到万分的痛心。有凶杀案在南岛发生，警方一定不会推卸责任，我们绝对不会放过。破案需要多久？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逮捕凶手。最短是多久？唐小姐，你先冷静下来。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，但请你相信我们警方的办案能力。救护车，快点！碎碎的跟我说了那么多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我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，你明明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骗子！身体还没好，不要乱走。跟你没关系。医生说你还不能走。你放手，我要去找李警官。我现在能相信的人只有他。唐毅，唐毅，跟我走。You are my everything, you are my everything, only one.
交通监控调取如何？当天的监控画面已抽查出80%，大概今天就可以有检验的结果出来。不过，脸谱向来没有在任何的行动中露出过马脚，这次恐怕……还记得我教过你的吗？打破惯性思维，再聪明的罪犯都有疏忽的时候。是。哦，对了，这两天你先跟在唐小姐身边吧，我担心她的情绪太过激动，会做出什么危险的行为。可是学长，我知道保护受害人的亲属是我们的责任跟义务。但是，接下来都是民政组在做的。如果我自己去的话，不怕他们会说你私自动用重要警力。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你一直在跟进，而且还有很多线索，我们需要唐小姐的帮忙，所以。喂。继续调取吧。快进去躲雨啊！跟我进去，走。我不想进去，可可还在里面。好，那我开车送你，我们到别的地方。走吧。先喝个热的。有没有暖和一点？嗯。你不要想太多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现在赶快回家，好好洗个澡，睡一觉。嗯。难道？不是我心目中那个样子，我觉得这里到处都是危险，到处都是谎言。不会的，你别这样想。已经晚了，我现在不相信任何人，我只相信你。就像那天你把我从海上救出来的时候那样。你放心，我们整个重案组已经做好了熬夜加班的准备。你先回去好好休息，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，好吗？嗯。我们回去吧。谢谢你啊，李警官。我送你啊。
哦，对了，谢谢你今天送我的衣服。不客气，你喜欢就好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拜拜。绑架沈小姐的证据了，学长，你真是料事如神，做得非常好。写好报告，等我回来。是。爷。那女的要不要查一下？告诉我，我的编码器在哪儿？告诉我，我
跟老爷子谁更强？啊，告诉我！你刚刚说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要把我送给老爷子吗？把自己的女人送给自己的爸爸，是畜生吧？唐爱心情不好，我带他回村散散心。你出完任务也过来吧。蔡家已被公派保护，唐爱也跟来了。你记得见机行事。真的超级超级好吃的，你喜欢啊？那就常来，别客气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哎，如果你来当我们家儿媳妇的话，天天都可以吃好吃的菜，你考虑一下，你考虑一下。你看，哇，那眼睛好大吗？哎，你不是喜欢眼睛大的儿媳妇吗？这个不错吧？切，没个正形。去，把电费给缴了。我早就交完了，你看，我用支付宝在网上缴了费，这样子呢，以后你也不用麻烦了。哇，这真挺方便的啊！哦，聪明吧？吃的话，伯母给你做。吃过了，不麻烦你了。唐印呢？唐印，喜欢这里吗？嗯，喜欢。这才是我心中难倒的样子，特别的安详，特别美。哇，我都没想到啊，麦全臣那个浮夸鬼竟然是在这长大的。其实麦麦她挺好的。那她母亲知道她是做什么的吗？她小的时候伯父出海打鱼，遇到了风暴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伯母也是那个时候得了疾病，现在身体也不太好。麦麦小时候没有读过书，她是为了给母亲治病才去陪那些女人的，所以也是啊。只要自己在乎的人过得好，其他人的眼光也没有那么重要。那你过得好吗？不好，我过得一点都不好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，可可才会多留那么一天。
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，可可也就不会出事儿了。先生，您心太软了。是您的马跳得太快了。只是我想，既然他跳不出这个棋盘，也就想先放一放。死了，不就跳出去了吗？这次还是要劳烦先生您啊。一个人都没有了是吗？人呢？一个人都没有了吗？啊！都出来呀！来了，终于来了。师傅，您来的正好，给锁头做个见证。锁头少爷，您这是要……秋梅已经容不下我了，我知道师傅不舍得亲自动手。锁头自己来。头少爷，不要啊！